今天进行的是半决赛资格战，对手由选手自行选定，他们可以挑选任何一个战队的选手作为自己的对手。哇，这个很刺激耶！其实这个赛制有点保险，就是不要让我碰到关系好的选手。从我个人的心理来讲，无论怎么比，就表现好自己的状态就好了。首先我要有请的是目前人数最少的张震岳热狗战队。现在是狗哥岳哥独苗了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独苗。老实讲，我们已经 nothing to lose。对，真的，每一场都是背水一战，每一场就是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战。刘聪，你要挑选谁？黄旭。那给我们俩一起来点声音吧。 Life is a movie， 你是想要当个棋子还是想要成为自己？欢迎用最疯狂的音量喊我的粉号。 I'm a 地位，地位。投票开始，开始紧张起来。刘聪、黄旭强强对决，真的不想看到我的兄弟止步。我觉得参加这次比赛用盾的人可能不多，然后走旋律这一挂的人也不多，那我选吴都吧。啊，吴都是非常 trap， 非常新的。肖恩恩呢是另外的一种风格，他是更加的 pop 一些。我觉得两位就是在这一届都是 auto tune 玩的非常非常漂亮、非常高级的这两位，所以在 auto tune 这一届呢，我宣布双冠军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赛段，有钱花中国新说唱2019半决赛资格战复活赛，他们最终一人复活晋级半决赛。这是爱奇艺悦享品质。